村，对，然后我已经去了三次，都是跟五班的同学，就是代表我也是真的没有什么朋友。对，我也觉得你没有什么朋友。让大家都知道，要吵。介绍我们今天开课的同学，没有手忙的同学，非常的光滑。在跳，在跳，在跳啊！不要再播张爱珍会的歌了，拜托。哦，那个是那个，就是那种那个游园的那个车，然后是踩的，在上面。啊，我知道那个超累的。谢谢。不会，那不会很累啊，你就都给旁边的人踩就好了。好可怕。到了。欸，我们之前国中来的时候是那种满满的车，我不想知道。换主题了，现在是什么非洲历险？第一个游乐设施。好玩吗，两位？
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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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冰块啊！这样丢进来说，好吃吗？加珍，你要说的话也蛮可爱的，好吃。烫吗？加珍。我这次不能叫，为什么？我要当个勇敢的女人。是哦，是啊，我真的不会叫啊。时间什么工作人员正在为你拍照，直接被吓
可以吧。这个夜市好无聊哦。